这两天位于新疆特克斯县天山山区地带的15.5万亩小麦收割也接近尾声，大型机械在连绵起伏的山间来回穿梭，金色的麦粒颗粒归仓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无边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。从空中俯瞰，麦田和远处的山峰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。特克斯县是新疆伊犁河谷重要的粮食产区，独特的山区地貌和光热水土条件十分适合小麦生长。今年特克斯县小麦产量预计将达到5.9万吨。